各位你哋好，欢迎收睇阿苏当下频道，我系阿苏 Johnny Su。今日同大家睇下红海湾旅游区嘅状况。我哋而家从海上公路出发，离开风车岛。前面呢度开始就系进入红海湾旅游区嘅地方啦。其实呢度系一个旅游嘅中心区域，大家可以见到呢度两旁有住宅、店铺、宾馆同埋酒楼，又有大排档、超级市场。不过可能而家时间太早，有好多店铺都系仲未开门嘅。大家可以见到两旁有好多酒店同埋旅馆，呢度附近亦都有几个可以旅游嘅景点。如果大家嚟呢边旅游嘅话，可以选择喺呢一度住。相信叫车出行、买嘢同埋食嘢都会比较方便一啲。今次视频就拍到呢度啦。下次我会带大家去南海寺。如果你觉得呢个视频对你有启发嘅话，记得俾我点赞、关注同埋评论。我会用唔同嘅角度带你去睇呢个世界。